Thank you.
真正不知咋做，他就你给我到底一定要在什么产品，知道我多少钱能做？他是第一把产品，知道吗？他说：“冰姐，恭喜你呀，你干掉了，我们家的火锅呢，我就把它煮好了，干的很。”
Thank you.